乔治的分数是。 恭喜乔治位列成功。接下来这位选手呢，跟我们许多的参赛者一样，都是来自世界各地。这一位呢，应该是第一次出现的地方，就是来自菲律宾。那么他的实力非常坚强，现在也是半业余的歌手，常常在很多场合呢做表演。我们来认识一下 Birdy。我是丁诗雨，来自菲律宾。 现在是一位在台湾的驻唱歌手。几年前，因为爱上台湾的风景跟美食，所以我选择了它，作为歌唱梦想的起点。喜欢歌唱的我，为了让自己在技巧有所突破，所以尝试不一样的风格，流行乐。 突破自己是为了成长，站上更大的舞台是为了茁壮。接下来的挑战再大再强，我也不会投降。大家好，我叫 Birdy， 我来自菲律宾，今年我是二十五岁。我爱台湾。你是来台湾以后才学中文的吗？是的。 Birdy 是你的真正的名字吗 ？Birdy， 这是我的舞台的名字。那菲律宾叫 Desiree Cambronero Ding。 Cambronero Desiree Cambronero Ding，Yes， 也有一个 Ding， 那个名字，小姐念一下 Desiree， 就 Cambronero Ding。 终究后面有个 Desiree Cambronero Ding，Cambronero Cambronero Ding。 好，来机会命运，自己选择。 命运，请选择。命运，命运。哇，好看，这个好看，谢谢你了。耶！体重只有38公斤，却有惊人穿透力高音的林雅梨，在15岁时曾有发片的机会。 最后却无疾而终，在日本工作长达9年后，他重拾勇气，回到台湾再次追寻歌唱梦想。在比赛中曾有一次经历淘汰边缘被救回的他，今天绝对不再重蹈覆辙，即将使出全力奋战到底。 这两位都属于穿礼服型的，厉害的，礼服超害怕的，刚好，两个人都互相好。来，雅梨，请稍等一会儿。好 ，Birdy， 今天选的是什么歌？这首歌叫《I Have Nothing》， from Whitney Houston。希望大家会喜欢。 Have to go where you don't follow. I don't wanna have to.
听完真的是鸡皮疙瘩 ，I have nothing to， 雅莉姐加油加油加油！会唱歌的人很奇怪，那个手把它收起来，是他是这样，声音就一条龙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一边唱歌一边讲话，声音就上去一下来。小玉姐，下一个选手来了，而且他一边指挥交通，你有发觉？好，来雅莉雅莉，来啊，碰到了对手。稳住，好，是很会唱歌的雅黎，今天要选什么歌？小燕姐，还有焦哥，还有各位评审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雅黎。我今天呢要唱的是呢，这首歌是我回到台湾学的第一首歌曲。然后，其实它让我想到说，我在14年前有被一位蔡中正老师签约过。那大家也知道说，他也因为脑癌过世了。对，但是呢，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我抛下了所有的一切，回到台湾来。就是要站上属于我自己的舞台，虽然我很害怕，可是没有关系，我还是会尽全力唱好我的歌。我今天要带来的是徐佳莹的《身骑白马》。
其实我在想啊，其实 Birdy 选的这首 Whitney Houston 的歌啊，我想Whitney Houston 的歌基本上就是一个高难度的歌，他的音，他的歌写在那里就是，对对不对？就是已经要这样子，那真的就是好像研究生的一首歌。对，你看刚刚 Birdy 听你讲话的时候，你那几个动作，他就笑得快不行。我有这么好笑吗？Birdy， 我问你，你以前是不是女警？不会。我觉得你刚才，你知道 Birdy 在 rehearsal 的时候，把我们的声音都唱爆掉了。Birdy 几乎是我要当歌手当评审，我听过最喜欢的声音。Birdy， 我会给你很高的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我觉得 Birdy， 我直说，我觉得你的亮的高音不见了。这一点在唱 Whitney Houston 的歌是很吃亏的，我认为你有很高的歌唱技巧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们还要再观察，因为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对，是不是？不太对，我觉得不太对。我们可以，我觉得还是要再。你觉得他也是假唱吗？不是，我觉得因为那个不是像他内建盖掉，不是他 vocal 的声音啊，我还是觉得他应该是很特别的声音吧。应该是因为我有很多风格。你有很多风格，就是可以丁丁的风格。声乐，我的那个。Birdy， 给我一个你有高音亮的声音的风格，好不好 ？Opera。Think of me, think of me, only when you said the world。有了，有了，你看他就有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是。他唱流行歌曲就把那个流，他自己用不他自己就遮起来了。你看他唱到声乐的时候就把那打开。我现在知道，我也知道。你可以吗？当他开始指挥交通的时候，他的高音就不见了。他就自动，我觉得对，他那个共鸣就有了，共鸣一贯就上去了。好 ，Birdy， 我要跟你讲哈。你为什么要踩小燕姐 ？Birdy， 你有很多的高音，你可以发出小燕姐这种吗？好，我觉得那种感觉会不够。但也许是他如果常常表演，他需要唱大量这样的歌。如果你一直听，大家可能会很增压，增压。所以他可能控制他自己的声音，让自己的声音不要让大家感受这么增压，也有这个可能。有可能 ，Birdy， 你是很棒的歌手，但我觉得今天雅梨一点都不输你。对，我喜欢雅梨今天完全不怕，我也觉得谢谢这一对太好看了，很好看。雅梨，我真的要鼓励你，因为你太棒。我如果前面看完他表演，我应该会吓坏了。可是我觉得你不但不怕，而且你值得嘉奖。好，我们来评分了，听听350观众怎么说。哇，这周几天怎么样？很精彩，而且我相信待会的分数呢，也会让我们非常的期待啊，应该都蛮高的啊啊！来来来啊，哎呦，来让他先呐、啊，来。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请问你喜欢哪一组？你喜欢 Birdy 还是雅梨嘞？Birdy 当然是 Birdy 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菲律宾的 fans 哦，你也是菲律宾来的？ Yes, 我是菲律宾哦，那你中文讲的也很好啊，没有很好，是好。那你听他的歌声，你怎么形容？你有什么感受呢？我觉得他唱的那个 I Have Nothing is 很有 power 的，嗯 ，Birdy is。台湾的菲律宾的 superstar， 哦耶 ，You are 一个 superstar， 那边你都是台湾 ，Salamat po， 哦耶 ，OK 啊，工厂啊，哎，刚刚那个 Birdy， 你尾巴接了一句什么？你讲了一句菲律宾语是不是 ？Salamat po， 意思是谢谢，谢谢哦 ，Salamat po，Salamat po，Salamat po， 来，请问一下。这是我们大人的老师，大人科技大学时尚美容系，是老师好，老师你喜欢哪一位这个选手？我觉得两位都好棒哦，很难对不对？真的很难选择，这组很难选的。对，然后可是还是要分高下嘛。对对，一般我们都是两位观众一人一票嘛。对，我可以两票是不是？你也可以跳痛啊，你可以选两个都喜欢啊。对啊，对，那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雅梨的。雅梨果然还是一人一票嘛，真无聊。好，那为什么您喜欢雅梨呢？我觉得他的声音呢，就是他个子很小，可是他的声音很有力量，对。然后，而且他一开口，你就被他吸引住了，是。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有潜力。但是真的，其实真的两位都很优秀，对。分数定高下喽，小燕姐。好，其实上个礼拜雅梨的分数很高，9100那今天的分数碰到了 Birdy， 两位的分数是。
太高了吧？雅丽的分数是。轻薄服贴，再现丝绒般光芒领肌；不思议粉饼，绽放粉底一般零粉感。无痕丝润粉饼诞生。妈妈，滤网给你。臭豆浆不用滤网了，飞利浦特殊高速涡流粉碎技术，完整营养不过滤，豆浆浓醇更健康。飞利浦全营养免滤豆浆浓汤机，创新为你，飞利浦。照旧机折现金，现买现省500元。现在买超优折扣哦，快打0800-866-899。有一挂代志，咱拢哄骗唔知。加一品牌只有一两种成分是天然，就说是天然。妙管家全天然洗衣精，七种成分都是天然，才敢讲天然。荣获国际双认证，天然洗净，穿上安心。专天然才敢讲天然，妙管家全天然洗衣精。现在买超优折扣哦，快打0800-866-899。不断坚持，只为0.03秒的突破。同样的追求，以全球最高蒸馏器提炼纯净点滴。格兰杰源自不必要的坚持。大家好，我是曾佩慈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TTV 台湾电视台。江江，仙灵美腿袜，这样就不用抬腿了。有压力的设计，腿会变轻盈哦。穿着睡觉，提摩机，拉提压力，修饰线条，腿变美了。仙灵美腿袜，要值均售。便利生活开始升级，点数升级更优惠，支付升级更便利。消费升级更超值 ，iCash 2.0 Open 便利新未来，七大通路同步支付与积点，还有百件商品第二件五折起 ，7-8 网购也可积点哦。梦在我心，雾在眼睛，我愿相信。梦想，敢追寻，轩尼诗 VSOP。大家好，我是曾佩慈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TTV 台湾电视台。日币贬值，去日本玩很省，到你上买车更省。你上五高兴，率先反映日币贬值，全车系享五大优惠，价值高达80000元哦。深蓝绝不错过，深蓝苏格兰威士忌。小朋友们在喝什么？贝格北海大麦片。王博士在做什么？我们在执行贵格的安心保证，从原料到生产，让大家有最安全的产品。安心保证，保证安心。贵格北海道麦片，安心好喝，我最爱贵格北海道鲜奶麦片。